不准乱结盟啊，不准乱结盟。妈，哎呀，这个种族好喜欢。哎呀，这个族玩不了了呀，我操！我还是觉得啊，这族玩不了了。你我也觉得玩不了，我靠，这是最没法玩。我靠！我靠！谁一上来就结盟的？不准！有一个人和你们结盟了吗？被灭了那种，然后你说你投降，你要放在公屏上面，你就是嘛，我要投降输一半。妈的！我反正……哎，为什么有个人一上来就和我结盟啊？你什么颜色？你说快点，我要跟你结盟，我要抱大腿。妈的，这个不能说的呀。这最后只能有一家获胜的，然后其他是必须是投降那种才行啊。Q 生，你觉得你定的这些规矩有人会遵守吗？就是吧，大家都遵守才有意思啊，否则你们不遵守有意思。那自由结盟了，他妈的都是。这叫不择手段，懂不懂？结盟嘛，我靠，反正不要暴露自己嘛，首先不要暴露自己。那随便结盟，那肯定是像昨天那种了，我靠。这个不能说，哎，这个我们定个规矩，这个、不能说，好不好？就是吧，这个、这说了就不好玩了。哎呀，我就这么疑问啊，你非要硬要回答我真的呀？就是嘛，我要不这样吧。你随便结盟，是不是，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，不是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红色，别打我。哎，别。哎，不管。一样，开彩排找个人物。我靠，那在他边上那个人开心了，直接有片矿。他边上肯定有两家。哪一家啊？我操！哎，其实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忘记看大 Q 神的主机颜色了，有没有人报一下？大 Q 神什么颜色？报一下。我不知道什么颜色。主机颜色，这个总可以知道吧？这是那个海牛啊！你看他跑掉了，绝对不好吃。哎，有人说是红色。主机颜色没办法，就是红色。妈的，点不点？我靠，这怪这么凶的！我现在就一只手玩了，我发现我已经玩不动了。妈的，不结！我靠，大凶神在我旁边吗？完了！什么主你都不知道，你就是说他在你旁边？你是有多想抱大腿啊？是你妈！抱到那边，那是我的。Ride or die。你们在哪里干起来了？妈的，下面旁边这些种族好邪恶，全都是马卡的。哎，怎么又这么快又退了？打你妈的鸡巴，这就结盟，两家打我一家，打锤子打。啊，两家打你家？哎，我们两个兄弟直接结盟，结盟两个一起过来打我，打个卵打。我靠，我这边也是。这么无耻吗？你说怎么打嘛？你说这种都说前面不要先结盟，是吗？对啊，谁啊？我靠！那个死胖子，快，赶紧把你的那个支付宝信息给看到了。哎，加微信吧。
哎呀，我感觉我这个种族好安全。哎呀，这种都运气好，没人过来打你，运气不好，别人家结个盟过来打你，只有那么不要脸了。哎呀，我看到，哎，不对，我好像是调了。我呢，我不敢出门，反正你们先打。啊，怎么出门啊？这敢出门？怎么一上来就两家没了？我靠！下手太重了，两家就没了。啊，你们别这样，太过分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嘛，我已经退，我已经被打退了。两家打老子一家，还有人冒充老子，真不要脸。明哲保身好吗？不要出去浪。说得好，不要出去浪。居然来打我，不能忍啊！出去浪要还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靠，你就出去吃东西了？不是噻，老子果断退了，老子看到两家。你是不是故意想吃东西就退了？不是，两家入地打你一家，我又是入地他妈直进去在我门上那装哭了，我怎么打嘛？不是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就是防守七塔嘛。你投降就行了。你故意投降的吧？这么快？你告诉我，六个蜘蛛，两个 DK。八个骷髅，老子这几个狗怎么打？你告诉我。六个蜘蛛，哪有那么多？两家入地的嘛，两家入地。我们不要相信他。明哲保身，不管球风。不要相信他，他可能还在里面。赶紧追出去看瑞普，你就知道了，左上角。但这个不好教你哇、啊！这你妈，你打赢哪家了？他不投降，他就算想投降，他不知道怎么跟你教你哇、啊。打字呀，自己打字呀。这个叫士可杀不可辱。我靠，这个人也直接到我家门口蹲点了，我靠，好屌！你他妈谁呀、啊？我操！厉害！我要被打死了！这你妈！有没有人来救一下我？我要吃鸡了！你赶紧那个投降，赶紧投降叛敌！哎呀，我靠！完了！要死！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救命！哪位大神来救我？那妈的，下面这家不知道什么样子了，逼得一批。妈的，原来是大地那个王八蛋把老子灭了，狗日的！哎呦！不要说嘛！喵的，我说哪家 UD 这么不要脸，还结了个盟过来打我？哇，大地结盟，大地跟谁结盟了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过来就是两家，不要脸，是六个蜘蛛把我给干了。我澄清啊，不是我主动结盟的。哼，我靠，你还是被动结盟的，我靠，还真假的？这个都能发现他是大地，你看这谁有多厉害？妈的！我觉得去大地直播间的忠实粉丝，看着他直播给他结盟，肯定的。我靠，别这样说，这个人可能是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中的一个，我哪知道？我们绝对不会干这种。赶紧结盟了，这不结盟会死了。对啊，你看吧，你们真不要脸。我们都是说好的，刚开始大家都不结盟。我也不想结盟，他还开始结盟，他就跟我结盟了，你说怎么办了？那不管了，既然有人他妈的这样了，我们只有提前结盟。我靠，那我也得找人结盟了，你们这样太无耻了。君子无耻。
这个 NE 真的不要命的 rush 我。我看看看样子的话，海牛应该在右上角或者是左下角。你们看这个死胖子好不好？不要脸，聊天还是这么聊的，看见没有？他不肯结，我操！人家还不肯跟你结，人家嫌弃你了。是你吗 ？K 森，你被嫌弃了。就是啊，他只能灭了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我一下？我靠！海牛，赶紧跑农民，跑农民，跑的地方慢慢发展。我靠！我上边是人族，左边是精灵在 rush， 我右边不知道什么几个还没撞呢。我靠！我觉得死胖子，你他妈出个 POM 都比那那玩意儿好。没办法 ，POM 加 QG， 就这两个。怎么开局你不出这个，你怎么打、啊？妈，你这个英雄带完后期，你妈人家没死你。Q 神暗夜是吧？你暴露他啦！厉害嘛，厉害嘛，真厉害！哎呀，这个好简单嘛，这个暴不暴露的问题嘛。我靠，我本来不知道他是暗夜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肯定知道了。你真的脸开，妈开了语音的，你要有人听到他的游戏声音。我不知道他游戏声音，真的这么多游戏声音，怎么听得到？我听到了，基本上听不到的。听到我们，我这人不出兵的，这他妈这联盟好像没什么卵用啊。存钱啊！都是我旁边的定时炸弹，操！我靠，这吸血都有了，你妈的！肯定要跪了，肯定要跪了。哦，操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打我！我不打你了，我不打你了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他妈打不过，算了。不要打我！这你妈两家都来打我，怎么玩？真的要规定好，要规定好，刚开始不能结盟，要被别人打败了之后就可以选择结盟作为小弟。怎么打嘛？这这半小时没来。这怎么打吧？老子觉得只要没受阻，人族这个不做到五对飞机。再打我，再打我呢！这暗夜精灵怎么玩、啊？我操！你傻呀？干嘛要出那个？你他妈直接就出一对脚，一对那个奴车，不妥嘞！奴车有卵用，攻不过他，攻击力又高，攻不过他，你这。他缠一个死一个，缠一个死一个。没事啊。我只要等旁边自爆鸟就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妈这个组爆破火加 QG， 然后又加毒车，一路一骂就可以把这个地图练光。操你妈！这两个结盟了吗？全打我！我操！跟你说，这是还没对面开始结盟打别人一家的，最不要脸。素质太低了，这些人！我操！一百人口千鬼打不过五千鬼。我感觉暗夜精灵好穷啊！暗夜精灵至少木头不穷啊！
这没兵你怎么搞？而且暗夜精灵必须要人口高才能打得过。我靠，海牛在哪里啊？我到现在没找到啊。找了，你在拆我家，我看出来了，妈的。不是不是，拆你家的肯定不是我，好不好？我靠，大你拆不出来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要找借口。哥，你妈，我左边被人打，上面被人族打，这玩个屌。妈的，先把人给集结起来再说。这打我这个绝对是 FK 车，不要打我，我操，这个 UD 怎么样？我操，他妈的还是两个 UD 结盟过来的。是人，我操，两个 UD 结盟，那就是大地，就是那个不要人。我靠，为什么是我这么多 UD？ 我操，因为大地结盟的两家 UD 就只有两个，最不要脸了。我靠，你这样说好不公平啊！本来就是，谁让你一肉就把老子灭了，不要脸！这人家打老子，老子还勉强可以碰一会儿。妈的，不然我看见怎么后面还带了个小弟，小弟不打了一家 UD， 我就知道，完了，这两个人。我靠！别暴露啊！人族不要踩我了，踩光了还在那打的。妈，这人都不拆，芒刺在背，居然找他解盟他都不解。我靠，不行，我不能忍了，我要开始。是可能，不不可能。我靠，他飞机比我还多，这打鸟吗？看吧。妈的，这波鸟呢？哎，我放弃了，真好，不要，拆了，我靠，海牛是人族，我知道了。我靠，我已经被灭掉了，好吧，还是人族，他给我留了个基地，我操，还算是个人，我靠。大那个海牛明显在演，大力是个演员。我是演员，我这演技那么拙，你还说我是演员？各种人，我靠！不行，刚才就是一打我，我要灭了。这帮人太丑了吧！杀！哎，好。嗯，好的。这人都不出，盲吃在背。谁在唱歌啊？不知道是谁哦。男的不是我。可惜不是你。好，这帮鸟呢？
刚灭我的人掉了。哎，操！没通知呀，又被坑了。哎哎，妈的，你这是想干嘛呢？没生命，妈的酸液打得快。这个人也是死活不想我。Q 森，你现在有没有拉到小弟？没有拉到小弟啊。我靠！一开始拒绝结盟的那个人，你没把他灭了？正在灭啊，但是他没。直播鸟，快来啊！我操！你怎么抓的？终于让我翻身了，我要干了他！我操！啊！对。啊，受不了！不用。我还是去熊把他灭了算了。太难打了，这人都太难打了。我靠，这么多兵！大帝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大帝，那还是人多啊？不是我啊！大帝肯定人多。我靠，大帝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！你搞错了吧？我就是一个棒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要没了。我在和一个暗夜打呀。你们太坏了，一个个。妈的，这暗夜拆基地要拆你妈一万年，我操！哇靠，这怎么玩？不要打啦！我觉得三米 AC 才是速度啊！这你妈的，这么多塔直接强冲我！这你妈还在结盟吗？这好低啊！这不是结盟，是收小弟。啊，大弟不要打我，赶紧滚！不是我打你，真的不是我打你。绝对是你。观众作证好吧，不是我打你，真的不是。哎呀，这是谁？不要打我，留条命好吧。这你妈把我外围塔全部拆过，我操！你打字跟他说嘛，他可能听不到你的直播嘛，听不到你声音，你知道吧？你打字跟他说，别打了。你或者你跟他结盟不就行了？
反正不是我打你，我告诉你，真不是我打你。真不是，现在我早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看到那边地图正中间是有一个奥克造了很多塔，是吧？你看到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没在上面。有个奥克很变态，造了一排塔嘛。哎呀，这你妈！啊，我那边收了一个小弟，你被打死了的，你只剩两个飞机的人。就是这还怎么玩？哎，白色的，怎么这么像 WK 啊？海牛，没人和你结盟吗？没有啊。这你就一个人啊？我一直一个人，好吧。我靠，一个人，这个世界，一个人生存得下去吗？这一个人怎么活这个世界？对，一个人怎么活？你说。啊，哎呀，你这速度实在。妈蛋，这搞什么？居然 FFA 还在结盟的，我靠！这是不择手段的 FFA 啊！我发现我太单纯了，妈的，被欺骗了！我要打卡，我管你们谁冲，我先拿他妈一百个。绿色是谁？绿色刚灭完我，你骂我！我他妈绿色好屌啊！我靠！那边凶老虎啊！我靠，哪个数字这么变态，满那么多。我感觉现在已经是两家打两家了，我靠。我看现在还有谁敢来打我？你是不是那个奥卡买了那么多的？对啊，我是人族啊。我操，这他妈是队友，别打！这他妈是队友，你们干嘛？哎呀，我小飞机要出去侦察侦察。我靠！又来了，妈的！妈的，没有搞好啊！
我靠，这你妈是三家结盟的，我靠！老子觉得像这种，只要把人家打败了之后，人家就只能造英雄和造农民，然后给钱给部队，他们不能再出兵的。妈这个样子打到最后，一家带一家小弟还玩个卵啊！这个小弟。 这种卧薪尝胆的，看着贵了，然后你爬上几个门，结果然后发展壮大了，比大哥他妈的兵力还厉害，金融等级还高，这么小就这么玩吧？哦，这他妈三家撑我了，我把了40个卡的钱，不要，你们不能玩吗？ 你要被收编成小弟啦？ 我中间买了40个塔，三家来抽我，把我全干掉了！我操！打平了，大力冲的！我操！你会不会放死亡凋零啊？不要丢人了！又来三家，这回又来三家！我操！这怎么玩？你投降给后面这三家？啊！我要别打了！不要打我了！不要打我了！你看，你看一下这颜色，你全部结盟了。 我感觉我在打英雄了，我操！我只能说你一个人也真是够勇敢，我跟你说。这世界上没有兄弟怎么活得下去啊！我靠！太年轻！这怎么玩？ 哎，有办法，大地都死胖子两个不要脸的，揍了你妈一帮小弟，他妈就活啊！跟我在一起的是 Q 神，那就继续打人了，妈真不要脸！跟我在一起的是 Q 神，真的假的？ 哎呀，不要打最后一个建筑。WC 真的假的？你在称霸北方，哎呀，被强行退出了。Q 神是哪里啊？ 那个死胖子已经统一了南方了。哎呀，看得惯。我已经被歼灭了，我操！我要去看看大地直播间哪个是大地，我要喷死他！这白色的要不要投降给我们？来守一波，被干了。 白色是大地，你妈干死！上来，走个屌！哎，没了！你妈是根本看不清楚好吗？好像我们赢。 我靠！不知道哪个是敌人，我操！哎，大力庄好像输了。你确定？是吗？不是吗？我靠！这是 Q 神啊！ 大地按死在摇篮之中，怎么玩呢？大地还带了个小我靠！我要被 Q 神灭了，好不好？活该，这叫报应。
你们合同也狠啊！哎呀，我今天被一群人灭掉，我左边来了66队，右边来了6队，两边合伙把我歼灭了。妈的，我看见谁我都先问。我靠，我们小弟收的没他多，好不好？不要打是吧？妈的，这死活不肯结盟的，我才把他干掉的，好吧？哎，难道是不是打字了吗？我看不到他打字。肯定看不到啊，我都是盟友打字的，然后是私聊的，专业不？哇，这样你妈，我只想对你竖起两个手指，太牛气了，我操！不管，我们直接打到北方去。哇靠 ！Q 神他们要赢了，好不好？妈的，我们这边南方搞得好蛋疼啊！那个有一个人族在后面一直造塔，我打了半天，还好北方有两个头层的。那是我好吗？我就一个人被你们搅到中间，我不造塔，我怎么打？我靠！算了，直接上。我靠，这么多！走了。你们还没打完吗？还没完，兄弟们还在激烈当中。哎，这边前线好像有点多。这尼玛，你小弟比我多得多了，我操！这没办法，这是人格魅力，你知道吧？人格魅力，我靠！哎，回来，别送，别送！妈的，要改一下规则，真的！你妈偷枪了之后只能造一个罗密采矿，妈的，神最多给钱。妈的，造那么多小弟，我靠！就是嘛，你看这个死胖子不要脸，造了你妈一队，基本上右半边地图全是他妈的小弟。这你们，因为我灭了一下的好吗？玩的过个卵！从一开始就不能结盟，除非把那个人快打灭了，然后可以，然后他。但是你跟我说他妈大帝带了人过来的，我才他妈的不是打死了才那个啥的。妈的，这刚开始就结盟的。就是大帝最开始最坏的。哎呀！然后我就更烦。哇靠！太坏了，这么多！你看嘛，后边基本上就是3-4嘉宾，基本上是空中单位。你妈一过去，英雄完全顶不住，一轮就秒。你看嘛，有个滴滴又跪了，哎呦，顶不敌，这样还不是跪？好凶啊！他们这个部队，他妈三家人，凶个两家人，都被三家三家把人家打到窝里去了。对啊，凶个卵！不是，我大恶魔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样子打星星真慢。哎。我都不是我们这种结盟属于那个听天命，好不好？那是天命啊！哎，我是上去一看，我靠，他妈的那两家兵好多。然后我也好多兵站在他门口，我问他要不要结盟。对啊，这个可以啊。那我就结了，肯定是这样啊。然后我一看，他妈的全都结好了，啊，就有几个。哇靠！这个全出空军，这个太变态了，根本打不动。哎，败了，没什么卵用。哼，这前期让你欺负老子。我靠，前期那你说我给你结盟了，我操！老子当时就觉得妈的。
的一家打我还够了吗？老子说准备不是你说一下嘛，我们就结盟了呀。妈的，怎么后面又跟了一个 DK 小弟过来？我去，老子一开始结盟了，好算了。那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嘛。四可杀不可以。我一开始也是他直接跟我结盟，我还弄不懂啊。这人绝对看你屏幕嘞，绝对是你的死忠。不是，这就人家还是一家。哎，我觉得真的要进去。有，我们中间有一家要叛变，要叛变的。有没有人要叛变的？要叛变的赶紧！这绝壁要叛变啊！我操！哦，有人叛变了！有人叛变了，哪里啊？不是。他妈的，大帝他们在偷袭，不是叛变了，我靠！咱先把大帝他们灭光再说。我操！我靠，这输出打个屌！我的战绩还有基地啊！我靠！基！太 BT 了。